我们的超级战，明星超级战即将开始。昆仑决的超级战，男子7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让我们欢迎蓝方选手，本届诸神之战的一匹黑马，来自河北精武的田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站立格斗史上的一位传奇，世界站立格斗巨星，他也是泰国的文化偶像，泰拳的象征，白莲王子波球。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田心今年28岁，郭球34岁，体重同样都是70公斤。田心身高1.75米，郭球身高1.74米。蓝方选手来自河北精武搏击的田心，在今年的诸神之战中堪称是一匹超级黑马，战胜了欧洲泰拳王子古拉宾。从小习武在辽东博龙少林武院，曾经在湖北省散打队服役7年，曾经拿下过国内众多赛事分站赛的冠军。今天他要强势来挑战世界格斗界的传奇泰拳王子郭球，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精武搏击的田心。也许众多的中国观众是通过那几场著名的世纪大战认识了郭球，但是实际上此前他在男子站立格斗界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一段传奇。8岁开始练拳，13岁登上了职业格斗的赛场，20年之间纵横世界，打下了无数的冠军。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泰国的文化偶像，也是一种象征。他就是白莲波球班拆名 Kaogoku Superstar Kong Muay Thai Indigdongra Mumden Zak Batia Thai Nak Muay Thai Hero Buakaw Banchamek。 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Hello. Buakaw versus Yatsen Klein matchup. Okay, just wait forever. Okay,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 the ball. Thank you. We'll be doing 3 minutes. No kiba, no elbow. It might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seeing. And no kicker down. Really is Buakaw versus Bruce Lee. Good luck for you. Hard glove.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昆仑决三亚战的比赛现场。这是一场超级赛，波球对田心。我是现场解说半江湖人张开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伟。这场比赛特别重要，对于田心来说，对于中国职业搏击来说特别重要。国球呢曾经多次在中国参赛，从来没有一位选手赢了他。但是呢确实有裁判和赛事方赢过国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想看一下这个田心作为一位拳手，能否干干净净的赢得了播球。对，一名职业拳手其实有的时候啊，像职业拳手有的时候说我们输赢不重要，我们要达到我们的人生价值，所以这场比赛对播球也同样重要。对，好，比赛开始。田心我们知道他的打法是比较灵活，就是散打的很多的优势他保留了很多。上来，漂亮，很突然啊。对，哦，小心啊，这吸气的很高啊。对，也是这个这两个选手啊，田心曾经很轻松的战胜了拉比，拉比没有跟到他的节奏。对，漂亮。田心最起码上来现在这几个照面啊表现得非常不错。对，散打老将。因为郭球成名过早，大家对他这个研究都有非常是。今天这个赛事的围城啊，成为我们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花边新闻，一个焦点。是。但是田心还要小心，因为作为老将，郭球这种很犀利的这种。单个的进攻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对，抓机会能力也很强啊，并且是个老将，过300场比赛啊。对，因为波球就是他的被 KO 率非常的低，对，所以他对于防守来讲说有自己很高的能力的。是，而且大家不要被低回合的表现给误会了，对，这个波球的节奏就是低回合不怎么打。他多次在跟中国选手打比赛的时候，都是在第一回合很轻松啊。对。哦，来了。对。他这个，他一点点又从上面翻下去啊。是。所以田心啊，要稳住。
几个招面，觉得哎，我打的这几个组合不错，对，我就没压力了，是更急。那正好你的漏洞就是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会抓住啊。三百多场比赛不是白打的，对。郭球的力量是有优势的，很稳啊，他整个的身体的节奏重心都很稳，是。漂亮。甜心啊，打完以后要有怎么输了？对，甜心这几次比赛中都喜欢这种挂腿的这种方式。事实证明，这个挂腿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虽然挂腿啊，就是很隐蔽。好，这个顶截啊，真的是，非常准。对，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还有很多的选手也在学习也好，用这种挂腿。对，它的隐蔽性很高。是，但是实际的杀伤力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确实在场面特别轻松的时候起这种腿法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可看性。对，但实际上效果并没有做到多好。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啊，这是第一个照面的招头。对，他波球可能也对这个动作没有想到。是。啊，我们说到那个挂腿，如果说像无差级别，荷兰法国人他们那个样子的挂腿，那就不得了。对对 对, 对，他们本身的自重体重在那里。对，因为挂腿你是用惯性是悠上去的。是的，不是说完全翻胯用腰力这样。对对对 对，这样抽打上去。好，第二局开始，比赛马上开始。对，侧踹，这种侧踹腿啊，这个郭球还一时难以适应。对，我记得早期郭球和孙涛在中国打比赛的时候，孙涛还能用一些侧踹腿，但后期郭球遇到了很多中国选手，应该这种侧踹腿就很少很少很少。因为侧踹腿确实要耗费更大的体力啊，对，而且它实际的杀伤力效果有，但是呢，不容易发挥出来。啊，我觉得这个田心往后躲这动作啊，要小心啊，因为王伟豪是前车之鉴，对，就这种往后躲防他这扫地的动作啊，很容易被波球打到脸上，对，这种高扫一旦上去很危险啊，有一点点像苏国邦那种腿法，对。其实你看郭球他的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他的 KO 率也不是很高，被 KO 率更低，对，所以他是整个一个综合型的这么一个选手。是，我去看现在佛球最近的比赛几场都看了，三十几岁一个老将小心看，其实状态不错，对，比很多的一个就是这个同龄他那一代的选手状态都要好，对，而且非常明显，2016年他的状态比2015年还要好，对，证明他还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份事业。是，我觉得田心啊，心理上有问题很重要啊。嗯，不要害怕，对，今天也是个对象，好，开始，1, 2, 3，拳和顶膝的时候，顶膝有顶到面门，对，确实是在这种高强的压力下，曾经确实是还是心理上还是第一的，对，刚才应该是顶膝顶到岔气啊，对。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中国选手很多的存在着问题。第一局他打得很好，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国球我跟他和孔明峰打的那场是最中规中矩的三局，是最好的。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出，小心啊！对，确实是孔明峰和国球打的比赛，能看出来。对，一位泰拳的自由搏击的选手，就是国球，另一位是散打自由搏击，就是孔明峰。对，两人在这种无论是战术制定啊，还是技术的使用，我觉得都能
看得出来两个人已经对自由搏击的这种熟悉程度哈、啊。对，当然确实是最后是波球是正大光明的赢得了那场比赛。对，但是孔令表现也不差、啊。对，因为孔令和我为什么提到那场比赛，就是像你看现在像田心在面对，其实第一局田心表现得非常好。对，但是为什么到后面面对这种高强度压力对手这种气场压力也好，动作压力也好，为什么会体能下降，包括防守带得这么快？是的，为什么孔令和那场就可以他自己实打实的打满三局？对，就是训练体系体能的分配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田心首先我觉得还是心理上一定要让自己放轻松，对，所以平常心不动气，然后把自己该有的技术给发挥出来。对，不要被这个过去的一些个新闻事件所拖累，比如说波球跟中国选手打过几次了，谁是否要终结他，这个都不重要。对，终结波球的多了去了，还有裁判呢。当然，昆仑决赛裁判不会终结波球，昆仑决赛只会允许一个选手来去终结波球。对，那么就这个都不重要，你在场上打比赛就是你田心一个人，对，你代表你训练的拳馆，代表你过去的训练体系。对，把自己完全自己所训练这么多年，对，苦心练出来的技能完全发挥出来就足够了。是，就是擂台之外所有人都不重要。哇，过程也是打顺了，对，后排腿都打出来了。这节奏不要让节奏不要让波球打得这么顺，对，要破坏他的节奏，一定要还要有动作，对，不要由着他来过球随便的出动作。是，啊，小心。田心还是你要在做完这种对攻以后啊，要退出来。其实老实讲啊，国球的这一套技战术体系啊，已经被全世界的人民给摸透了。对，针对他来训练的，比如我觉得还是我们拿刚刚所说的那个对攻的时候，我们刚刚有很清晰的制定一套就是打国球战。对，或许是进攻台略显稚嫩，导致了这个战术执行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整体上，那套技战术体系是对头的。对，确实是，也体现了整个的训练体系完全的不一样。对对对，从技术的转变，然后包括体能的分配，全新，我觉得是接下来需要更细化。对，我觉得即便是散打啊，散打的技术很好，散打技术没有问题。对，散打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对，即便是用散打的技术来对付国球，也不见得技术不吃亏啊。对。所以说我们像之前的朱晨晨的总决赛，看到两个泰国人可以打出像欧美人那样的对攻拳法。对，他们有万年的泰拳历史，也在改变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散打，我们的武术，也要把更好的东西吸收进来。是的，比赛还是1分钟啊。对，田心呢，路还长，未来还要继续训练啊。尤其是我觉得心理建设是第一类的，再就是心态体系。田心从第一局整个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不错，对，能力非常强烈。作为一代巨星，这个搏击巨星啊，他本身的这个气场的压力，对，我觉得可能不在于气场本身啊，在于他自己本身的威力，以及他个人现在打了300岁，站在台上，可能这个擂台啊，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对，比很多地方都要熟悉，对。很漂亮，人家在这个时间段一个小飞机啊。对，好，我看田心的眼角也有点肿啊。我球还是状态不错啊，对，状态非常好。哈哈，后半腿。34岁的一个老将还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对，你看他的整个的身体条件、肌肉状态非常的好。对，就像王老师说讲，就前几年桌球的状态比较差，对，就是2015年、2014年的时候啊，状态并不好，对，反而进入2016年，可能整个的训练就重新调整，对，状态非常的好。我们最后呢，把这个判分的权利还是交给裁判。对。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6，三号裁判30-27，四号裁判30-26，五号裁判30-26。比赛结果：红方胜 ，The Red Corner。有请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创始人江华先生，经典投资集团联席董事长兼总裁张宝全先生，宏阔集团益润投资集团董事长赵斌先生，为胜者颁奖。不好，引地替代刹那农菜演地替代餐啊，我们非常感谢甜心，我们年轻的中国选手甜心顽强拼搏的精神，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时也再次祝贺泰拳王子播球又获得了一场精彩的胜利，掌声同样送给他们两位。好，亲爱的三亚的乡亲们，我们今天的诸神之战就到这里结束了。请记住，明天晚上在我们同样这个场地，昆仑决的冠军龙斗之夜即将开始，千万别走开，我们明晚7点在这里准时相见。再会，新年快乐。